现在几点？下一个时点，我去买明天的早饭，你去不去？我得做作业，现在没时间，我晚上去。先生，你要什么？请问有牛奶吗？对不起，牛奶卖完了。有咖啡吗？有。您要哪一种？要一瓶雀巢咖啡。多少钱？32.5。给您钱，有零钱吗？没有，收您100块，找您67.5。